台湾莲花亭语问的啊，莲花亭语不是莲花一亭的，是莲花亭语。顶礼尊贵无上的根本上师圣尊莲生活佛，请师佛开示解惑。第一，弟子修习瑶池金母本尊法，是否能以普陀金刚法合修？另外，弟子不才修习瑶池金母法时，修法后后行似乎没有金母的战绩，能否请师尊慈悲示意弟子众等瑶池金母的战绩，让弟子修法后行回向时能有金母的战绩，赞颂尊贵的瑶池金母。他的想法倒是不错啊，瑶池金母应该有战绩的。然后再次请示师尊，师尊于去年10月28日公开传授《大威德金刚法》，修法时观想《大威德金刚》的晃动牛角及碰佛，不动明王则以剑佛合一飞旋出去。想请示师尊，慧积金刚法观修要旨是否以师尊传授的慧积金刚染实金刚空行覆魔一样，可观想将焰敌或者病业以慧积金刚合一，再将自己的罪障或病业张口吃掉。师尊也曾开示慧积金刚可以治病，想请师尊开示慧积金刚治病的观修方法，如若场地限制无法进行覆魔修法，是否能请师尊开言并开示慧积金刚修法的要旨？哇，问题蛮多的，这不简单了，要回答这些问题，用简单的来回答好了。瑶池金母本尊法，他的战绩啊，战绩，当然现在要做战绩，目前就做啊，谁可以做战绩的啊？考大家，考一考大家啊，马上可以讲出四句瑶池金母战绩的，你马上讲，而且很好的、很好的战绩能够讲出来的，马上给讲，四个句子就好。想一想哦，一分钟啊。 Who are you？ 因为脸盖起来了那个口罩。嗯，哦，你是 Texas。 嗯，好，你马上要讲战绩吗？
慢点慢点，那个麦克风哪来？讲四句就可以，是不是？四句。OK， 天地之始，一气化成，罡风之上，爻辞金木，在中尊。无始无终，化育万民，慈悲收敛救济之事，功德浩瀚，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哎，讲的也不错啊。啊，反正这个活计部也不是我开的。哇，这好像是大放化往金刚。好，送你一个大放化往金刚。哦，你那么快啊，很好，一个就可以了，一个不要再急锁了。虽然活计不是我开的，也要省一省。他讲得很好啊，马上一下子他反应就出来，很好。啊，刚刚这个台湾莲花停雨，啊，莲花停雨，你听到以后，你就有战绩了。现在讲公开传授大威德金刚法，观想大威德金刚晃动牛角，即喷火，不动明王是以剑火合一飞旋出去。挥击金刚法修法要旨，能否以师尊传授的挥击金刚感实金刚空行覆魔一样，可观想将焰底或者病业以挥击金刚合一，再将自己的罪障或病业张口吃掉，可以。简单回答，好。师尊也曾开示挥击金刚可以治病，想请师尊开示挥击金刚治病的观修方法，就跟你所讲的一样就可以啦。你说观想将焰底或者病业跟挥击金刚合一，再将自己的罪障及病业张口吃掉，就是啦。这个就是你的观想方法。如若场地限制无法进行覆魔修法，是否能请师尊开言，便开示挥击金刚修法的要旨？你观修的时候啊，修挥击金刚法的时候，挥击金刚法本尊，你按照观修，不一定要做覆魔。当然，不能够做覆魔，你就用观修的方法嘛，还是一样观想、持咒、入三昧地、解手印。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修法的要旨，挥击金刚修法的要旨，解手印，观想挥击金刚，哦，观得很清楚啦，然后你持咒挥击金刚咒，然后入定，这就是本尊的修法嘛。
这样会不会主要最主要的这个我们那个前行后行这个正行就是最主要的修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会是金刚所印呢、啊、就是这样的结嘛这是慧济金刚的手印、啊、这样对不对对解手印先观想慧济金刚的形状立在山头单脚翘起周身是佛马上就可以观想出来啊！嗡，即如独烂吽热，是不是？就然后观想完了，很清楚了，你就开始持咒。持完咒，你可以观想慧济金刚入我入，跟你合一，然后变成最细心。你自己转化为慧济金刚，你就可以做法，把依照刚刚所讲的，把你的病业把不好的全部吃进去，把它消化掉，就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这回答台湾莲花亭语的问题。